講下講下，跟住繼續傑拉德啦，仲有啊老友啊老温啊，喂，大家好，我係老温啊。係今集咧，阿老温悶悶地啦，因為呢集咧就要講一講我十年前經營過一個足球場，應該話係十年前被政府抄家嘅一個足球場。其實我都有參與嘅，我都唔悶嘅其實。係咁啊，室內足球場。咁呢個室內足球場咧，其實十週年紀念咧，攞嚟講下啦。喺呢一節呢一集。我先介紹一下當年的足球場的情況，然後呢再分享被抄家過程，下一集再講抄家過程，這集先分享足球場情況，當時做些什麼，什麼情況很鼎盛的，好像是，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先。當初為什麼會想經營室內足球場？除了個人興趣之外，也都想為台灣做一些貢獻，推動足球運動應該就是其中一種方式。畢竟這項運動是全世界最流行的運動，而且健康有趣。台灣如果能夠流行起來，對台灣無論在運動上或者國際地位上面都能夠有所提升。當然推動足球運動不是靠把嘴啦，還要有很多很多的努力。當時我的第一步是放在媒體上面，第二步就是足球場地了，沒有足球場地讓大家盡情踢球，難以感受當中的足球樂趣。而位於台中的吉吉亞足球館，老闆是認識多年的朋友，從開幕開始我都有協助他邀約不同的球隊來到台灣，並且合作舉辦看球活動，可算得上是合作愉快。三年之後，我們希望球場能夠發揮更佳的用途，於是提出頂讓這個場地，我們和吉吉亞足球館的老闆談成，吉吉亞足球館就變成傑拉德親子足球王國了，由我們團隊來經營，正式為我們的理想再進一步。2013年的4月份，我們和吉吉亞足球館正式簽下頂讓協議，5月開始我們就開展足球夢想之旅。除了黃天佑之外，足球場還有7位來自香港都是對足球充滿熱誠的好友，一起合夥經營。我們9位合夥人在當年由我代表向政府申請營業執照，並且如實將所有經營項目一一申報，因為牽涉外資，所以要經投審會，過程亦都嘥了個幾月。經過非常複雜的手續之後，最終營業登記落了來，同時亦都向國稅局登記，並且為所有收入都會開統一發票。踏入5月份，傑拉德親子足球王國正式營業。過去的足球館設備很充足，例如有給球隊住宿的房間，等台中以外來的球隊都有地方可以居住，也都有餐廳供應餐點。但是我們都還花一大筆錢去改善設施和增添不少裝置，當中包括安裝衛星接收設備和大電視機，令到球迷還可以看衛星直播的比賽。之後我們除了基本的足球訓練班、上班族踢球活動之外，還舉辦過很多的比賽，包括小朋友足球比賽，亦都有邀請香港球隊來的成人足球比賽，亦都有香港的小朋友球隊來台灣交流比賽等等。經過我們聯絡的大機構足球隊包括有香港航空、港龍航空、都市日報，還有台灣的寶盛集團、中國信託銀行等等大機構合作，舉辦足球相關活動。除了大機構之外，還有不少台灣和香港的球隊來交流過，例如直指女足、新北女足、來自香港的沙田體育等等，
當年香港甲組球員陳明剛都嚟交流過咧。我國嘅多位教練、國腳同埋足球員都好中意嚟呢度交流。仲有嘅係唔少外國人都會嚟參與踢波同埋睇波活動，都可以算係另類嘅國民外交。過去同吉吉亞足球館合作嘅時候，我就曾經搞過直播2012歐洲國家杯嘅比賽，仲有歐冠決賽等等。到咗2013年接手之後，我哋就喺6月份利用衛星直播喺巴西舉行嘅洲際國家杯，之後嘅英超同埋日職聯都有直播。呢啲比賽當時都係冇任何電視台直播嘅，所以亦都係我哋主要嘅直播項目。最開心的是可以和球迷一起分享看球的樂趣。除了營商活動之外，每星期我們還會撥出一些時段免費給一些弱勢團體來使用，同樣也安排教練陪這些小朋友參與足球活動，所以收到這些感謝狀的時候真的非常感動。正當我們規劃了後續包括麥當勞的合作，以及日本已經有業餘球隊有意來我們球場參賽，仲有籌備2014世界盃活動嘅時候，晴天霹靂嘅事就出現啦！嗱，足球場就係咁情況啦，啊，真係唔敢話好偉大啦，但我總係覺得多多少少要台灣呢啲貢獻啦，係嘛？但係最後被抄家啦，咁點解被抄家咧？我哋下一集再傾啦，好嘛？老温老悶啦呢集，唔好睇得好到眼濕濕嘅你。好啦，下集再傾，拜拜。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哦。